那当你面对爸爸，你要跟他说爸爸我爱你，你说得出口，他也不一定承受得了啊。做高脂血症定义是指呢，血浆脂质中一种或者多种的成分呢高于正常，我们就把它称为高脂血症。而高胆固醇呢，就是高脂血症的其中一种最常见的类型。那这个纤维可以帮助把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胆汁结合，然后降低胆固醇的。哦，父亲节快乐！我是 Emily 潘碧宁。大家好，我是关翠文。哎，你知道父亲呢，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一向来啊，都是坚强、坚强还是坚强啊？没错，好像很少听到形容父亲是什么温柔啦、体贴啦、什么善解人意的。哎，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，气氛呢也没有庆祝母亲节来的浓厚。没错，今天我们爸妈好生活就带你走入人群，听听大家怎么说。爸妈什么事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庆祝父亲节的呢？他来找我，来我家同他宣告咯。其实我们也没有怎样庆祝了，是跟有庆祝的是跟是我跟我的爸爸，就是他们的公公庆祝。以前有啊，现在比较越大越没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怎么可能父亲节？每年都有吗？父亲节应该母亲节会比较重要吧？为什么？父亲节我吃东西随便过去就算了。不行哎，父亲节是庆祝你自己的节日啊，对不对，女儿？对。父亲节和母亲节其实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啊尽量安排时间回来陪在一起了。我们从小到大，父亲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将会教导我们的孩子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庆祝父亲节或是母亲节。爸妈什么事？一如往常呢，今年我将会带爸爸去吃大餐庆祝。Danny boy， 你呢？我啊，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庆祝过父亲节，因为我小时候比较黏妈妈，所以呢，今年我打算带父亲去游玩。今年才带他去游玩，这样子不行哎。啊，怎么办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觉得呢，就是你和你爸爸的关系应该更亲密一点。不过不用紧，今天呢，我就请来了一位专家老师李世耀老师来教你啊，如何促进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哈。李世耀老师你好。老师你好。Danny， 你们好。老师，我想问你哈，就是一般人呐，都会比较重视母亲节多于父亲节，其实为什么？那我觉得这主要跟爸爸妈妈在家中的形象呢是非常的相关的。爸爸呢，他是所谓一个严父哈，比如说孩子们在家庭很开心的玩呐，那么突然间爸爸回来呢，大家可能就安静下来了哈，很严肃的等爸爸进了房间哈，我们又开始吵吵闹闹。是这样子哎，奇怪哦。对对对，不奇怪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爸爸他维持那个尊严哈，那种的形象呢，对他来说是最要紧的。所以你发现因着这个尊严哈，那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很自然有了一个距离。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呢，我们现代人会越来越重视这个父亲节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是很明显的哈，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孩子当中呢，可能是因为媒体，可能是因为整个教育的方式的改善呢，而让到我们不仅仅是对妈妈呢，对爸爸呢，也有这种的勇气呢，去表达我们自己。那我也很盼望，就是让你们明白什么呢？就其实，在过往哈，过去我们并不是不爱爸爸，只是那种的表达方式呢，而使到呢父亲节不被重视。哎，我觉得可能哦，爸爸的形象也在改变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你看我就是现在的爸爸了嘛。好，因为我们对这种的教育，跟我们比较回我们跟上一代，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呢，很自然呢，我就会有这种的期待。比如爸爸怎么对我，我怎么对我爸爸，在其中呢，可能我就会在想哈，我跟我孩子是不是要持续这种的父子关系呢，还是要有一些的突破？那在其中哈，我们的选择呢就带来了很大的突破。比如我跟我的儿子呢，我们是无所不谈的。他虽然才11岁哈，我们可以呢就是抱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呢就是拖着手一起去逛街。我觉得呢，爸爸跟孩子的关系呢，从小开始呢就要努力去建立。那两代的爸爸有什么差别呢？老实说，我和我们一瑞都是比较少沟通，啊，比较少沟通，变成关系不知道怎样好，也
就是说没有，好像现在坐下来就可以谈，没有。我觉得亲子关系哦，就是有时看到现在，毕竟这个社会啊、哦，很多儿子跟那个父亲啊，都有一个隔膜，会比较冷淡。所以我就时常有时看那些啊、父亲的书啊，从中拿了一些灵感的。以前我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，然后啊，我是现在我对他们呢比较好像。比较严肃，我是算现代的爸爸，我跟他呢就好像朋友这样沟通，我没有对他没有这样严肃咯，应该是跟他们沟通沟通了。嗯，现在世界不同啊，不可以用传统的了。其实做爸爸是非常困难，他们也很盼望儿女们很感性的去爱他们，只是他们放不下他们的面子，他们的尊严。可是不是很矛盾吗？就是他们一方面又希望又渴望子女们的爱，可是又不能就是这么大辣辣的去接收那个爱。对对，要怎么样取到这个平衡点呢？我觉得在其中呢有几个角色一定要扮演得好。第一就是做妻子的角色，比如说如果妈妈呢常常拉着爸爸来啦来啦孩子哈，跟孩子一起去看场电影啦，当妈妈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呢，这爸爸可能就会放下他的面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跟你们一起去吧。这爸爸其实也很想表达，只要我们有一个下台阶给他啊，他就很愿意的呢跟我们啊混在一起玩，很开心的。这是妈妈的角色。那第二我讲到儿女，那其实儿女呢，我们如果站在一个体谅爸爸妈妈的这个角度呢，其实你们就帮了爸爸一个很大的忙，特别是爸爸比较宠爱的那一位，比如说女儿，如果爸爸很宠爱你呢，你在家中帮助你的弟弟呢去跟爸爸建立关系，那是很重要的。是这个，我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好像我爸爸他比较听妹妹说的话，就好像他健康有问题，就说啊你不要到处乱跑不要什么的，我们讲他不听，可是我讲妹妹你跟爸爸说，是他一说爸爸真的就没有在做了。对对，所以其实如果妹妹愿意跟你说几句好话呢，这很自然在爸爸的心中呢啊对你呢就柔和了下来。现在的爸爸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，儿女已经长大了，他们受的教育所生活的环境也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觉得呢做爸爸特别是现代的爸爸呢必须要接受这个挑战。要怎么改变呢爸爸？当然改变是需要付代价的啊，那不改变要付的代价其实是更可怕的将来。那我现在看到很多的爸爸呢不愿付代价的呢，他们仍然呢忍受在跟儿女的关系当中，就比较僵。对，当他们愿意改变呢，他们就会享受在儿女之间的关系中。而我觉得爸爸呢要学习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去配合跟儿女之间的互动。就是在庆祝父亲节这个部分，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适当的方式去庆祝这个父亲节，能不能够就是促进这个亲子方面的关系？那绝对的。其实父亲节这些节日母亲节都是很好的借口，让儿女呢主动的促进哈，让爸爸也无法逃避。你试试看买个钱包给他看，他可能就从此以后用这个钱包很开心，就用一辈子。对对对，他可能也舍不得丢哈，有些爸爸哈。所以其实呢不要小看呢那个动作，对 对, 对，你们的那个动机跟用心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，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啊，不是为了吃一餐而吃一餐，不是为了别人的爸爸有庆祝父亲节所以我们也庆祝，不是的。所以价值呢不是建立在金钱上，是建立在心意上哈。对，所以 Daddy Boy这一餐你跑不掉了。所以对我来说以后天天应该是父亲节。是，今年呢就可以画个卡片送给爸爸好不好？好好啦，也谢谢李世尔老师今天呢谢谢就是提供这么多方法给我们哦。父亲节我们就要为爸爸们谋福利，没错，像我爸爸最近他好像中年发福嘞，他肚腩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。我很好奇耶，中年发福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吗？